第二十八题，如图为元素周期表。根据周期表元素化学性质变化的规律性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A. 钠、镁、铝、氯、硫化学性质相似，要摆在同一个子览、同一族的化学性质才会相似，而我们的钠、镁、铝、氯、硫是摆在同一个横列，那么这表示它们是性质有周期性的变化。并不是化学性质相似，选项 A 是错的。选项 B，钠镁称为碱土族，地壳中含量很多，镁是碱土族，可是钠是碱金属，所以呢，选项 B 呢是错的。选项 C，铝、硫、氯都具有金属与非金属的特性，铝是金属，硫跟氯是非金属，它们并没有都具有金属跟非金属的特性。选项 C 是错的。选项 C，氫。氦重含称为惰性气体，化学性质非常稳定，这个是对的。我们的最后面这个氦氖氩氪这边叫做惰性气体，叫做惰性气体，它们的系化学性质非常稳定，它们非常不容易跟别的东西结合形成化合物，所以选项 D 是对的。第二十八题问我们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D，氦重含称为惰性气体，化学性质非常稳定。